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我节操为你而调，祝你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多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。这是来自于唐山那什么什么的啊，暴衣哎，这个地图是婆罗霍罗夫卡多西站，我们在下面春点位走。暴衣啊，当时出来觉得这是个好车，机动好，但150那边你要是玩得好，其实也厉害啊，碰碰车。咔嚓一下啊，之前谁给我的投稿来着，从山坡上一下下来，妈的那个武林妹把六二A撞了1005血，然后再撸两发，六二A就没了。六二A肯定这个就已经从座位上跳起来了，不，这你们怎么打，这不是逗我呢吗？什么鬼？还有面瘫虎！哎，等会儿我耳朵有点痒，我先把耳机拿下来，我调整好了再把耳机装上去。这几天重庆越来越热了，等会回去再洗一下澡。等会儿，刚刚我在给人发微信。呀，白副长怎么打到的？哎，你妹啊！现在，我不是囤了很多游戏光盘吗？然后现在我去找一个那种开那种打游戏机的那种店的老板，我想租出去赚点钱。我靠，他让我做换个，妈的，老子舍不得换出去，买了就不想再出了嘛。后面的专心看这场比赛啊，这个暴衣在中间溜达了大半年了啊，我给你加个速呀，一加速你就打到了，哎呀，
过来。我靠！交押金30块玩到通关，30块一部游戏呢，妈的那么便宜。哎，不过也比我放在家里面好的。他说：“妈的，树大招风，都只干我，哼！妈的，谁让你个头那么大嘛？哎，暴音，你要不要继续踩一下线，恶心他们一下？”哎呦！哎，他又开始绕了。哎，其实我也应该学一下，不要一来就扑上去。啊！凉了，怎么把山上那个给他处理掉啊？不然他不能往前走的。干嘛？小伙子，你要干嘛呀？我靠！好好好。这风骚的小碎步，哎，那刚才吸引了一下火力啊，他们朝这边开炮了，正面的队友上去突了两下，没看到人。喵五四一说：“包一，要不你站吧。”哎，也是啊，你就进来站，他们那边烦的一逼。呀，你缩后面点，缩后面点，躲房子后面。哎呦，躲房子后面就好了嘛，你不要去外面去绕一个大圈啊。啊，看来是想干这个啊，漂亮漂亮，好好。这里弄掉了，他又绕一圈啊，看还会不会亮。哎呦呦，有人，啪啪虎呢？哎呀，啪啪虎亮啊，不是，啪啪虎是那个烈虎八八，这个只能叫面瘫虎。嗯，打成傻逼给你。老子笑吐血了，你他妈敢信吗？这是什么鬼？目标被击中。哎呀，刚才我他妈笑抽了，好，一炮撸死他，漂亮！敌人完蛋了，打得好！啪叽！装甲被击穿！呀，就。妈的，这就跑了，就20滴血。哎呀，暴衣不要怂，刚上去。
不要怂，就是干。出来干死！允许射击，不可攻击敌人。哼，我在微信上跟聊天说，我以前家里面办了个电信100兆的，一个月299，他妈的老子一办了他就降资费了，降了几乎一半多，老子招不住了。我他妈这吐血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种人品谁遭得住？哎，一个新闻，河北一大学已婚教师什么骗奸什么，我靠，这现在都是些啥跟啥？我遭得住吗？所以说啊，你恨谁，你就把他的孩子送去上学啊，就对了。嗯，啊，好吧，好像不能这样胡说八道啊。啊，老夫从来不抵制学习啊，只是抵制。啊，垃圾学校跟垃圾专业啊，这个大家眼睛放亮点就好了。嗨啊，大家好啊，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呢视频广告太长了嘛，再给大家看片头那玩家就要抓狂了啊。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，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啊。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，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。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另外微信公众号呢，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，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，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，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，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，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啊。对了，那最后的话，这个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，大家一起来掉节操。然后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在这里输入啊7678558528.com就可以了，在标题呢记得要描述一下你的那个录像，比如说啊这个100啊十杀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当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啊，我们看一下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只要发送过来之后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。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，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。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呀，就是如果喜欢的话，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，订阅了之后呢你会收到提示。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，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播单，就会看到像下面啊，你看我们点一下，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，这个一个是进空间或者订阅这种要快一点，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其实很不靠谱，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，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，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，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。这个搜狐啊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，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啊。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